完美控制食欲，达人们竟都用这一招。减重的过程中有没有说哎受不了，很想要去吃高热量的食物？我吃生菜的话，我前面放很多炸鸡的食物，然后吃生菜就变成炸鸡这样。吃生菜，你得是闻炸鸡的味道。减肥达人现身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